我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，最近接了一部戏，他们让我增肥，让我心情很是不错。我这个人平常笑点很高，但是听说有一个节目叫憋住不准笑，听说他们可以让不开心的人能够变得欢乐，所以我就来看。我来了。哎呀，嚯，哟，有乘客。这是冷面人吧？看似他们是那个，就是要被逗笑那种，老不乐了。哎呀！成功了！这就算了，这一次。我个人感觉有些不有意的即兴的意外是让人让人笑的。最坚强的呢是大个儿，面对他最左手那个小家伙，他弱的。哎，我觉得他最容易笑，我们把这八字全攻克他。刚才是不是说这个接触人嘛？人家第一站是不是要上接触人了？哎呀呀，是不是来一位先生？锄禾日当午，上山打老虎。OK， 掌声。